急了。今天是媳妇儿和闺女的减肥第88天了，好快呀，我都急了。这因为这人呀，就是减肥，你到最终的结果也是回归正常生活，正常吃饭。然后有一姐们说那意思，因为你最近你那碳水不多，那不行，你这玩意儿你再不吃不要胃饿坏了，或者你这儿缺什么东西，没有是吧？所以说就是说咱们也试试看什么叫没吃。是，就是说有些人是那个反对低碳的，也就是偶尔一天。你这说呢，你是咔咔你吃你到底不剩，但是高碳绝对是不行的啊，低碳生活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你咱们母这有点太狠了，不吃。闺女已经回归正常生活了啊，她已经正常吃那个主食了啊，就是慢慢降吧。现在她是120.6啊，昨天看看120.1，减半斤。咱别太快了，太快以后别到时候身体出现各种问题，是吧？还是那句话，你瞅瞅哪个坟头子是饿死的？没有饿死的是吧？只有撑坏的。对，来吧。昨天媳妇是138.1。他是最少的时候是137.2啊，因为吃了一顿外边的这个大席啊，酒席，涨回来的啊。看看今天138.1，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媳妇儿不是那个闺女，你看你妈好厉害啊，说白了还是效果挺厉害的。我还让她回去，我不让她谈。对对，137.2。第二天您还不注意，所以说没有说痰，你说只是你狂吃回去了，就长胖了，对吧？胡吃海塞，还是得控制。有些人晚上说不吃饭有没有事儿？有极个别人说啊，就是说不吃晚饭呢，什么胃难受或者说晕什么这。您要是不吃晚饭，你把这记上去，那你就加点呗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你要说没事儿不饿，你别加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继续啊。有点愁。干杯啊，每人一杯黑咖啡。经过我的再三叮嘱啊，还是来了一人半根玉米啊，来点碳水。这咖啡一搁牛奶，真是感觉真是丝滑了，真是，是吧？然后咱们的宗旨是低碳啊，并不是说断碳啊。吕大公说其实也没有断碳啊，偶尔加，但是咱说心里话就是。你低碳肯定是容易掉秤多，知道吧？吃那蛋白质多，掉的多。如果他像他们说的，有些人跟你性质差不多，到后期了，假如说减个30-40斤了，突然之间不掉了，他也不是瓶颈期一两天，有可能10天半个月了，那你就把什么那个糙粮啊，是吧？糙米啊，加上点玉米什么的啊，土豆、红薯都行啊，稍微加上一点，他还有可能更爱掉了，不知道，真的，咱们就我没经过实践，对啊，我不能那什么。他们说是，咱们也试验试验。我不试验，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搭配挺好。我不是不吃主食，我在吃啊，就是你看我早上有时候全麦面条，有时候全麦面包，有的时候玉米，有的时候那个馒头，对，都吃，我都吃，偶尔只是你就跟说什么似的，就是吃的少。对，我有的时候偶尔。那你吃什么？你现在正在干什么呀？你吃多了能行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是怕把你饿坏了，必须一鼓作气，别得那厌食症，我怕。不会。我得厌食症，不吃东西才是厌食症。哦，像你们不会得是吧？没事儿。你们每天都吃东西，你看今天我们吃的营养怎么样？坚果、牛奶和咖啡，然后樱桃。有些人说樱桃不能吃，樱桃没事儿，可以吃，能吃。西瓜都可以吃，对，西瓜也可以吃。西瓜怎么让不成？不对啊，西瓜热量。你也吃少量就行，你别吃多了，就是你的总量别超标，是不是？留好这热量缺口，对，你就能瘦。你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，什么东西，那肯定都会超的，是吧？完了，我中午给你做一新鲜的，他们现在那个网上流行，蛏子炒这个丝瓜。啊，说减肥人吃特别好，有招给你做一个，好吧，好，一会儿见喽，拜拜。给我的新车来做保养，投保，蛏子买完了，给媳妇儿安排好饭菜了，出来给车做保养，
这是新款的宝马 X5 应该是，前脸这个镀铬应该是改了，看，然后上面加一个旅行箱，这不错，最主要是它这个大连屏改了，以前是一个双屏，现在是改成一个连屏了，鸡腿挡把没有了，改成一个兰花指的一个小波钮，然后后尾灯改了，应该是小改款，跟以前差不多。宝马这个颜色定义挺逗的，是吧？然后这应该是碳黑啊，是蓝。然后我买的是宝石青，是纯黑啊。碳黑是蓝，呵呵，这是碳黑。然后宝石青才是纯黑，挺有意思。车保养完了啊，这是10000公里的，然后首保。免费啊，双保的，然后一共是保8年，不限公里数啊 ，A 保 B 保啊 ，A 保已经做完了，还行，洗了一下车，内饰吸了一下尘，挺好。车子已经保养完了，然后那个我之前买车呀，分享这个购车经历的时候，很多人关心是吧？然后这次我简单记录一下，首保啊，1分钱没用花。然后呢是10000公里首保，它是8年不限公里数的 A 保 B 保这样循环着保啊，然后应该下次就该花钱了。我告诉你们呀，这不是我23年6月份提的车吗？现在24年啊6月份，今年这个宝马 X5 还有就各种车啊，尤其是这个燃油车啊降得挺厉害。你像这个 X5， 我这个同款呢是 3.0T 的，然后现在是办齐了是75-76万啊。去年的时候我提的车的时候办齐了是81万，那就是降了相当于5万块钱。然后 2.0T 的啊 X5 更超值啊，降了将近得有10万块钱。10万块钱，哎，我觉得挺超值的，是吧？就是现在如果你买燃油车，但是现在好多人呢对于电车比较钟情啊，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喜欢燃油车啊，给你们仅供参考啊！如果买车的，燃油车现在降得挺厉害啊，可以参考参考啊。回家了还得继续看体重呢啊，然后体重不用看了，对，继续给他们做美食呢啊。今天是炒蛏子，我还买错了，买的花蛤，给媳妇和闺女啊记录中餐去。走着回家。车保养完了，菜给你买完了，但是我买错了，啊。这应该是蛏子炒这个丝瓜，然后我买成那个花蛤了，也好吃是吧？给搁点蘑菇，搁点丝瓜，拍个黄瓜，也不错吧？然后炒白菜，闺女是来了多半碗米饭，半碗吧。媳妇儿依然还是不吃，我让她吃点儿，她说死活不吃。拽哥还是来一小碗，我这个碗呀啊，不是大碗啊，我们家这碗又特别小，看见了吗？特别小的，知道吧？你看那镜头里显得大着了，其实特别小。就是我跟你说吃饭，看见了这么点儿、嗯。吃饭减肥第一步，你先把你那个把你那碗盛饭的，把你的家伙事儿换了。对对对。你要看谁一人拿中的碗，那减不了肥。晕了。那绝对是增肥，那减不了肥啊、嗯。然后媳妇呢，不是说一点主食不吃啊，她是陆续在家的，早上也吃了玉米了，然后中午她说就不想吃主食，是吧？因为你毕竟是减肥人群，对吧？你不饿，你吃什么吃？对，然后你身体感觉挺舒适的，是吧？就行，你别到心慌了，是吧？然后晕了，什么那个气虚了什么的，那你就加点主食啊，根据自身情况啊。反正你们要跟绿大公主还有闺女刷的，可以那什么是吧？参考一下啊。闺女反正已经慢慢吃主食了，但是降的少，媳妇还是降的多，已经恢复到137.2了，是吧？嗯，太棒了，马上下135了，下135，到136特别高兴，是吧？老跟这喝的，老跟这喝的，没事。闺女是120是吧？点一，120.1啊，继续加油，向 S 码进军。对，减肥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别那个焦虑，别慌啊，别紧张。别人的减肥法呢，就是说心里话，您可以实地。就是考量或比较一下，你试用一下是吧？不是所有人的减肥法都适合每一个人，对吧？对自己调整而来。对，调整而来。您觉得跟吕大公主
这样那个走下来觉得管用啊，你就继续刷呗，是吧？啊，你像我吧，我也不饿，我也不难受，我也不心慌，不什么的。对，也不失眠，也不脱发，就这样吃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挺好的。嗯，好了，明天见了啊！明天期待啊，李大公公能不能掉137？必须能。桂林能不能返回120以下了啊？嗯，明儿见喽，拜拜。